苗本周扩大开打，有符合优先打疫苗的民众也想问，如果已经染疫康复了，还要再打疫苗吗？对此指挥中心回应，虽然染疫之后会有抗体，也可以维持一段时间，但保护力是否足够，目前还没有完整的数据，因此建议染疫康复后3个月再施打疫苗，加强保护力。另外，近期也有长辈 LINE 群组疯传，建议大家在打疫苗之前可以先吃镇热止痛药。对此，指挥中心表示，长者打 AZ 疫苗出现副作用的几率比年轻人还低，如果有过敏的反应，这也不是吃镇热止痛药就能缓解。日本捐赠124万剂 A Z 疫苗，本周扩大开打。不过，就有民众想问，如果是感染过新冠肺炎已经康复的人，到底还需不需要急着打疫苗？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是可以打。好啊，不过我们也看到自己国内在以前有一些案例哈，抗体的时间也维持得很久。一般来说，染疫后身体会产生抗体，但康复后抗体能维持多久，保护力够不够，目前还没有完整数据。因此，指挥中心建议染疫康复后3个月可以再施打新冠疫苗，增强保护力。如果是康复之后3个月后可以再打疫苗，是让所产生的抗体可以就更加强来保护。强调康复后3个月。再接种疫苗比较适当，而且也不是100%保证打完疫苗就不会再染疫，只是会降低重症的发生率。另外，近期也有民众疯传，建议大家打疫苗前先吞镇热止痛药，可以抑制副作用。对此，指挥中心再强调，年长者打 AZ 疫苗副作用比年轻人低，实在不必太过担心。普拿疼的部分不需要建议说例行在服用，一般这样的一个过敏反应也不是用普拿疼可以来预防的。如果有出现这些相关的症状，事实上因为他还留在现场，事实上当场的医护人员就会给他来予以协助。针对施打疫苗前先吃镇热止痛药，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淳日前也说，在医疗上没有这样的建议，理论上抗发炎药物可以减少发炎反应，但对于疫苗是否有影响也没有相关证据，建议民众还是遵照医嘱比较保险。记者曹报道。